道门的时空都不一样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总是身不由己。爱别离，求不得。如果在这里 game over 了，出去也就真的 over 了。你的意思是说我穿越进游戏了？只要玩了哪怕一分钟的游戏，就会被这个游戏控制。记住了，想活着出去一定要找到门和钥匙。只有过了游戏里的十二扇门，才能彻底摆脱游戏的精神控制。这游戏里受的伤也带到现实世界里来了。你可以拒绝我，但你不能拒绝门。猫想，果然是平凡是单身。那我玩游戏总行吧？